Hello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连俊。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场合啊？我们今天在 YSL 小银条的发布现场。你讲一下你今天的造型吧。今天的话是一个，我再远一点。比较黑的机套，然后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花纹点缀，加上一些饰品。但是其实你的配饰可以看一下吗？配饰的话，今天是还带挺多的哦。对，感觉比较有钱的感觉。还好。你最喜欢女生涂什么颜色的口红？我最喜欢女生涂107号高定妆红的口红，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随性优雅，而且显气色。哦，它大概是个什么？是砖红色是吧？砖红色。哦，哎，那你今天涂的是什么颜色呀？我今天涂的应该不是砖红色。至于是什么颜色的话，那你觉得涂什么颜色比较，感觉妆没有那么重，但是又比较提气色呢？我觉得那还是涂107号砖红色的这个会比较好。你真的很爱这一个呀？是哪一个？我只备了这一个色号。是这个是吗？对，哦，对，是这个。要不我们看一下吧。小银条，可以打开一下，要不然我。哦，大致是这样的颜色。对，所以这是 YSL 新的小银条是吧？是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哎，已经问完了吗？你可以用方言对粉丝说一句：降温了，记得多穿衣服。方言吗？你要用哪个方言说？我其实会的方言没有太多。我想一下，降温了，然后呢？记得多穿衣服。记得多穿衣服。用广东话还是用闽南语？我们可以挑的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就用闽南语吧。闽南语，天气小寡寡，大家爱情较济。这个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、哦。就是不是真的你也猜不出来。我感觉你在念什么咒语一样。对。好的，谢谢。砖红色。